因为它上面还有点大荧幕。对，200寸的。盛世。那边没有唱歌。会啊，那边盛世啊。盛世唱歌，他没唱歌哎、欸。还没啊，还没啊。他是屁股要移出去，以后要倒退的时候才开始放音乐。会唱歌哦。对对对对，很多人都在放那个汽笛声啊，他是一直移出去，他是先屁股先移出去，然后他屁股会先出去，他贴到哪边去？外面那边有一台拖船在帮忙拉，帮忙拉啊。等一下，这边还有一台，前面有一台会拉出去。我看到上面。然后他会在一个三个短响，你看一声，两声，三声，好，他倒退了，他差不多开始了。准备哦，差不多快一开始了，放，好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他这边好远就可以听得到啊。到那个什么快那个三根唱唱那边都还可以听得到。多。后面才看得到他心机，前面才。哎，你们现在还在录吗？有有，但灯在闪，就代表它有在录。看到海了，我看后面的，后面比较深，对不对？没了，好，没了，就开始船就开始往后都退了。哎，你看船对吗？哇，好清楚哦，往后退了。这台。等一个社区的在移动哎，3000人哎，等一个社区的，今天算三四五礼拜五回来，他光一个航次水果就要6公吨。各位乘客，请小心晕船。小心晕船。他去年的船出去那个时候，那个船长是换2次音乐，离开的时候1次，然后他差不多这样的时候再换1次啊。现在今年这个船长就离开只换1次。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